隧道的 3D 电影《少年派》目前领跑贺岁档，影片不仅在国内卖座，而且在美国评价也颇高。12月4日，据温哥华《太阳报》报道，华人导演李安凭《少年派》的奇幻漂流，获得国际 3D 电影协会的哈罗德·罗伊德大奖。其娱乐公司的主席苏珊·罗伊德认为，《少年派》中李安制造了一个美妙绝伦的动物人生的精彩故事，而该故事也是 3D 作品中最好的艺术作品之一。据悉，李安将于2月6日在比弗利山庄的正式仪式上接受该协会的最杰出电影人奖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2012预言没来，但是欢乐来了。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《我是传奇二欢乐季》马上就来了，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，所以我吴宗宪也来了。